会乱哄，英英爱红别这样送，这个是你红的龙，千金礼，啊，咱就紧转来去汉窑拜堂，完婚成夫妻呀、啊！成夫妻，对对对，人讲嫁到就爱嫁到走，过来吃青草啊，吃青草，吃青草啊，吃青草，嘿嘿嘿，哈哈哈，嘿嘿嘿，哈哈哈，嘻嘻哈哈。大人啊，你讲，咱今仔日哦，搭你个斗坐小姐，这是哦大代志呢。咱哦唔得爱搁坐小姐，上火车来去中间来个猜一个鸡子。对啊，上火车。哈，带阮坐火车。对啦，是讲哦，这时时要到，大人个说完，等下就转来哦。嘿，我知啦。你捡捡好势啦，你放心啦。我跟你讲哦，迄间大厅哦，是要让大姨睏的。嘿，这间个细厅哦，是我的手脚睏。我话大夫人呢，我都来垫一垫大啊。大姨来洞房的时阵哦，你等下叫手脚瘫痪去。哈哈哟，真是我够阿巧，一摆哦，你上巧啊。对啊。哎，我还没去送大哩。喂，阿杜啊，才讲你巧呢，你摆现搁忘记啦。再垫垫哈坐脚啦，啊现在呢有一脚仔通捂的就好啊，啊咱睏就上好解过啊你。阿杜啊，即卖人伫带。我就叫你兄弟啊，出去托你公庙小拜拜，拜了就带回来啦。啊人讲哦，啊结婚都爱穿新郎衫、新娘衫，你敢有穿？嗯。哎呀，等你收着就收完啦啦。等下门房恁还袂开完啊，我甲地铺租。我有新郎衫、新娘衫，穿起一定赞的啦！我跟你讲，你穿上还够体型了的。哦，爱是你家叫，你家叫。新郎新娘来呀！
过来去了。你用想我实在是差得多了。哎呦，妈妈都是大堆，上可怜的吼，是阮三小姐，不知道困哪位。平贵不但无到体贴率性，连对蔡王阮的女儿有切，用过海丽英的保证，不传介那天绝对是无甘心。而且伊那断绝白囝之情咯，我求爹在九泉地会当宽恕海丽不孝。相公，你伫想啥物？我啥物都无，无伫咧想，吴小姐。你给我弄拜登啊，你要跟我们该去不然先给我们休假。那呢最近那去我就请好你三姐安尼好。三姐你先做不困，是不是这个环境你在那不习惯，所以才在那困不起心？不是，不是我看到你你才出来走走的。
伊伫迄个相府是当当一个金鸡玉叶，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但这个汉女，什么都拢无，只有一定的乞食。我真是真担心，你唔知有法度受这个苦无？自从踏出相府，我早就有心理准备，只要咱负责，哪当同甘共苦？就算我是凌迟过日，我嘛心甘情愿。真是，不穿，你真是唔惊艰苦？有啥物通好惊？对啦，赵龙，有一句话我想要问你，唔知我应该问无？你做你讲啊！我知你会改性子，是为着要骗骗阮阿爹的。不穿伊性命保证，阿爹绝对袂伤害你。金毛，你有想要恢复你的关系无？两枪一响，暗情难防。过去的四平贵已经死了，如今的九平贵，愿为前途奋发图强。这个娘子，你有我伫咧受气害。我相信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兵薄情无，需要留你。三姐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希望你会当答应我。我希望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，在我兵贵还没有出头的一天以前，你千万唔通甲王府的人来往，更加唔通多当个相府一部分。我答应，无论是十年，或者是二十年，若你还未成功一年，我绝对袂当当个王府。如果若无实现我的诺言，我甘愿受。三姐，你免就算，我相信你。杨哥。用过安怎？我要离开相府一天，我无看到阮阿娘，阿娘是上听过，我听伊来害我找我。怎样？唔惊唔惊，因咧困啊，只是顶下你老公。无食物件，你哪会养你？会泡坏身体啦！我吃不落，我无想要吃，袂去五五害死。袂用你啦，啊无你加减吃一寡啦。我哪会吃会落？金川，我川唔找他吃无？阿娘，我唔是早早就甲你讲过，三妹，你自然都偏归，当好家照顾。因即马阁是新婚养女，一定是夫唱夫随，恩恩爱爱，你免阁担担心啊嘛。是安尼是，我从来都冇看过阮迄个囝婿面，我过桂林，伊唔知带平贵转来，互我看袂好。伊个文武报过来面头前，已经断绝父女的感情，惊是。是安尼，才会怨妇你阿爹。你是爱尽全力，拆散我母仔的感情。好错，阿爹，你看，阿娘安尼实在足可怜。今晚三妹已经阿娘嫁过门了。事情，大阿娘讲啊。事情还没到，没人讲。阿娘，阿爹来看你了，把我挂出去，我不爱看伊面。不灵啊！出去！你出去啊！你来要创什么？不灵啊！我都入来啊，阿你一直赶出去，我是关心你呢。我听你今日当英雄无假，我今日打歹身体呀。你唔惊我打歹身体？我要你气死！为什么你跟我讲好好，你临时来变卦？啊！你回答啊！哼！我讲要加做一挂应酬，你弥补四中，如今何在嘞？无灵啊！
是不得已的姑娘，总有一天你就会了解我用心用苦。上帝啊，你被天修养到不如。姑娘，你做你妈，你做你妈爸的婚礼，妈爸的委屈，妈妈出来，我心情会较好未？你能帮我心情好？你的爹，你答应我一件代志，你这是派人派数量去母家母，叫伊迄堆小姑切倒转来满月归零，怎安尼我心情才会好？匆匆忙忙，王王爷派人要来接你，爱你进京，有事跟你参详。到底是啥代？大夫大人，我故将来团聚，皇上病好危急，明仔旦夕。西元840，大唐文宗皇帝驾崩，宦官摄政，拥立先王建宗第五皇子延亲王李延基，立为昭宣后皇帝登基。封王允为太上卿兼御丞相，苏良为真威侯，魏虎为帝国夫，13皇叔拥有王允、苏良、魏虎三人为心腹，掌握兵权，成为朝廷的权臣。四个人日常对峙，却都严管收苏良、易奉旨。13皇叔密令苏良、魏虎连夜率领侍卫，将收苏良武体重重包围。以迅雷不及掩匿之势制服守卫，若恶所属，将有轻血易奉旨。为何命兵士强迫易奉旨饮落毒酒？有时恶贯满盈，罪孽深重之严犯，将有自食恶果，当场毙命。守苏良伫睡梦中惊醒，见机不妙，奉旨大势已去。不得不事关提问，以报战情。宦官干政所引发之甘露之变，地处各一段。哦，一日一日困到跟我死去的。
我跟你疼啊。